你要找什么地方丢？不要有造成的地方啊，你整最多这样丢，好几个宝宝。爸爸，我们采取的战争纪律，然后这些爸爸力气都把就你在一高射啊，对吧？你一丢高丢的啊，全部人都往上看啊，起来了，他们就可以注意到底下在偷袭他们，不要记得啊，分散那个注意力啊。大家听到烧音啊，全部一起丢出去啊！来，这两位，来干啥？不要躲啊！不要躲！水桶分开一点，太近了，太危险了啊！好的，来，这个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少算他一个。哎，这个宝宝来了。